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是 Danny 教宗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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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，年又过年，恭喜欢乐年年，齐贺各位福咩共享生意，唔好唱啦，再唱嘅话咧，我啲 fans 就走晒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大年初一啦，咁啊，恭喜大家学业进步，生意兴隆。身体健康，最紧要身体健康啦，咩都系假，真系嘅，系咯。咁啊，唔讲老土嘢啦。咁啊，今日年初一，原本今日冇谂住拍片嘅，因为咧，你知道咧，元朗新界人就过年就好多嘢做嘅。虽然我就即系唔系好 buy 呢一样嘢，咁你但屋企人要搞，咁你要搞噶啦。咁啊，呢样那样啊，过年啊，蒸糕嗰啲又那样，咩都要做噶啦，做到趴喺度噶。就唔好讲做到扑街。我哋呢度过年，你讲呢啲乜嘢咧，就俾人屌到你上天嘅。所以而家细声啲讲。咁点解搬咗嚟呢度啊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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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咁呢两位大哥咧，由于太大盘啦，系拎唔起嘅。咁啊，二船就喊移咗嚟呢度。咁啊，过年点都要讲下花啦，睇先，讲远啲个棵啦，远啲个棵啊，呢棵超大朵嘅，我影啲相，影啲相 key 喺度啦 ，key 喺度 ，key 喺度，成个手板咁大嘅，咁呢只系咩咧？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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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度应该影到两，啊，影到顶，影唔到顶个朵，不过就我 key 翻落去，红龙真系好重啊！你如果真系有地方种玫瑰嘅咧，即系其实可以剪到短，剪短佢都得嘅。但通常点都有成米零高嘅，除非你系整到佢翘翘下嗰啲，好似攣藤嗰啲咯，即系搵个网或者搵三支竹咁样翘咯。如果唔系系都好高，我已经剪短咗噶啦，其实佢可以成两三米嘅，系啊，系咁一路。你搵支竹俾佢。攣上去两三米，但就即系仲大棵啲都唔得嘅。但一般咁样都开到花噶啦。咁你知咧，因为玫瑰咧，我即系唔好话玫瑰，我旧年啊，旧年你夏天咧咪有落雨啊，打风超级热嘅，三个玫瑰啊，仙人掌死好 Q 多啦。咁你玫瑰更加冇心机理啦。你讲我呢个后面咧，原本全部都系竹蔗嚟嘅。夏天落雨多咧，俾嗰啲微金菊啊，即系嗰啲入侵植物咧。微金菊系一种烂藤嚟噶，全香港都有，可能全世界都有，全部烂满晒，烂满晒咁佢吸唔到光，啲竹蔗都咪瓜咯，系咁瓜噶，瓜瓜瓜咗成七八成。但原本好大林竹蔗，咁你就睇我哋啲片，即系咁耐啲片都睇到。咁我搵铲草机而家铲晒佢啦，系啦，因为死晒啦，咁啊再种过咯。咁啊。都麻烦噶，系啊，好多嘢做喎，所以你话花园大啊，种花系过瘾啊，好 Q 多嘢做噶。玫瑰系啦，玫瑰，我初开头以为啲玫瑰都起码都死咗八九成，啊唔系，死一半到嘅啫，都仲有一半细半啦，唔系一半嘅，即系三分二到啦，系三分二到，系咯。咁有啲新买噶啦，但系呢啲就唔系新买嘅，呢啲高呢啲咧，全部都系死正种嚟，系啊，超正。你即系你喺香港又好，广东嘅朋友，甚至乎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热带嘅地方，泰国都种到嘅红龙。记住红龙，红色龙沙宝石，几热都唔怕嘅。好似夏天就开花冇咁靓啦，冇啊，成个拳头咁大啦，但就香咯，一样香嘅。一定系冻嘅地方，即系譬如香港呢啲咧，十零度地方咧，先会开到咁靓。系啊，夏天未必开到，系啊，即系未必开到咁靓。佢都大嘅，但系唔会话即系咁圆咯，可能塌啲咯，或者个花好容易谢咯，因为你夏天热啊湿咯，始终咁咯。咁啊，讲埋呢棵啦，呢棵咩嚟咧？呢棵我估佢系咩嚟嘅啫？呢棵我估佢系红丝绒啊，超大花噶。呢棵唔使 key 上都系摆喺手喺度啦。
超大花嘅。我估佢红丝绒，因为呢盆嘢呢盘大嘢咧，我喺花墟买噶，系啊，我喺花墟茂旺居老嗰度买。咁嗰时佢都唔知咩名嘅，系啊。但系我佢开花嘅时候就系、是、过年之前买嘅，前年过年之前买嘅。咁就喺花度闻到啲香嘅咁样，问个红居老系叫咩名又唔知。咁啊，照买啦。咁又去嗰阵过年前啊，过年前呢啲嘢通常清货嘅，清货嚟摆年花嘛。都好平嘅，唔知好似大大冧都一嚿水定系唔知几钱，唔记得咗，好平。不过种到喎，过咗夏天，夏天唔使要过咗两年添，夏天又唔使要冬天，而家又见到大朵花，咪超级香啦，系香到爆嘅。我一坐喺度咧，闻到晒就两个香味，两个香味完全唔同。呢、这个系即系啲老梅桂味嘅，属于即系好似有啲茶叶香嗰种老梅桂味，好香好浓嗰种味嚟。嗰、那个就有啲似生果味嘅，那个红龙系啊，咁样咯。咁而家呢度两朵花噶，后面都有一朵啊，唔知见唔见到？见到呢度都见到啦，下面都有一，仲有一朵，两朵两朵大花。咁呢度有个冧，见啦，有个大花冧，呢度有个冧。过多个礼拜都好靓噶，开咗成五六朵，好大好大朵花，超级靓咯。系啊，咁啊，仲有其他先，我呢度后面啦，呢度身后呢全部都系，大部分都系玫瑰嘅，有一棵木瓜苗。其他全部都是玫瑰嚟，系啊！今年就数过，总共连埋啲死剩种，应该都有成六七十盆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咁都唔错，唔会再买咯。之前买咗好多，之前咁旧年可能过百盆，而家唔再买啦，因为真系唔系话种种都种到，唔系种种都过到香港夏天。而家我今年买啲都系新品种，好多都新品种嚟，有咩蓝莓蛋糕啊，蓝莓戒指啊，荔拉啊，艾沙咧，就听广东啲人话就系喺广东就种得最好嘅，佢个有一只品种叫做艾沙，就点都又系唔见唔死嘅。旧年都唔知，年都有啲新嘢，或者系佢哋冇讲我唔知啦。咁啊买咗咯，咁啊试下种唔种到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讲下玫瑰啦，分享下玫瑰。三个玫瑰就反而冇花而家真系，得一两盆有花，仲一两朵费事拎咗嚟献丑啦，系咯，咁样啦。咁啊，讲下今年啦，今年就即系新年啊，就唔想就唔好讲呢啲咁嘅嘢，但系冇人发你真系，今年唔会好过旧年，系啊。有人讲我就话。2023年是之前那十年最衰的一年，亦都是未来那十年最好的一年，是啊，是人咁讲。咁你大家想到咩事啦？所以就冇计啦。个世界是咁啊，是啊，你同我改变唔到，即系你同我改变唔到，个世界就系咁，一路咁差落去嘅，一定系会一路咁差落去嘅。开波就好大机会，或者有啲人觉得系已经开紧波，其实系真系已经开紧波。如果系大规模嘅开波咧，我谂系都唔会快，即系唔会耐过五年嘅，三两年内之内就会大规模开波。如果真系开波嘅话，咁样咯，所以冇计啦，咁就大家醒目啲咯，啊！可以走就尽快走，真系，真系可以走就尽快走。咁走唔到嘅就放松心情咯，系咪先？冇嘢噶。我听过一集陶杰讲啱嘅，你都唔走嘅，冇嘢噶。咁啊，夜缤纷咪夜缤纷咯，系咪先？北上消费咯，食下饭开心下咯，系咪先？咁点啫？系咪先？未辣到埋嚟嘅。唔谂得咁多噶啦，系啊，真系咁噶。咁啊，都希望大家最身体健康啦。我而家其实都中咗招，不过而家差唔多好翻咯。咁呢个月都大部分人都会中，系。你见周街啲人咳，好劲好劲。唉，都唔识讲，因为你即系做节目，你话咩？
讲下咩未来又会点啊，咩运程啊嗰啲，喂真系真系冇人识讲嘅真系。你而家睇上脑定呃，真系呃鸠你嘅。如果你睇上真系呃鸠你，佢边度讲得到发生咩事啫？系咪先？即系你而家见到发生嘅事系一路都未估唔到系会咁样，系啊。咁就可能我悲观啫，系咪？可能系我悲观啫，绝对系啦。好啦，咁啊唔好咁悲观。下集啦，下集睇咩讲。咁今集其实真系冇咩讲，咁主要同大家拜下年咁咯。因为有时咧，好时好多时都谂住话，唉，咁就唔怕啦，都冇嘢讲咁样。但系就话，即系苏花拍咗咁耐啦，都有唔少支持者啦。即系我知都好多人真系。成个一个礼拜生气罗等你等睇你嗰集嘢咁样，即系唔系话自己咩点巴闭点劲，咁真系有人睇噶嘛？咁就即系如果成日话唔拍就唔拍咧，就好似好对唔住人咯。即系我唔敢讲话自己讲嘢有咩咁独到或者咩啦，但起码就话我分享到我自己的生活之外，仲叫做都讲到啲其他嘢咯。我觉得就系咪先？无论系好似上集我讲命运又好。好外星人又好，呢啲都唔係話好多人識知嘅知識嚟啦。同埋呢個只要係除咗個紙上網睇資料之外咧，我係研究咗好耐嘅嘢嚟嘅呢啲，係啊，即係都有一定成果先會咁講出嚟嘅。如果唔係話就咁照搬字過紙，真係嘅。尤其是命，尤其是上一集咧講命運嗰集，真係嘅。我自己都即係好心領會，真係嘅，真係你。即係啊！你係睇到啲嘢，人點醒你先至明，同埋先至知道真係係喎。你努力都係你嘅命運嚟喎，係啊！你係你嘅命運，你安排啊！你個人係努力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咪就係所以你命運都係努力嚟咯。係啊！呢樣嘢真係以前冇諗到咁深入，係啊！即係而家睇咗啲嘢，係真係真係咁。所以就可能我而家我唔信睇相嗰啲嘢。因为睇相嗰啲嘢，譬如你讲咩咁，成日睇电视话咩，咩你属龙系点，咩属虎系点，屌！喂，你生肖你系十二个生肖啫嘛，咁你有咩？你将全地球人归纳为十二种人啊？十二种人有十二个命运咁简单啊？唔会噶嘛，咪就咯。其实我信命运嘅人更加唔信你，有可能话将即系归纳为十二样就讲咗完出嚟就算数咯。咁同埋就话。啊！屌有蚊喎，哇咁懂有蚊咁啊！同埋就系话讲乜咩咧？喺生肖嗰度，咁你如果你睇上脑，你系算得出你话生肖嘅命运或者某啲人嘅命运，即系我当佢嗰样嘢啱嘅，讲嗰样啱嘅，咁你咪即系你都系觉得系所有嘢都系命运嚟咯？啱唔啱啊？睇上脑。咁你既然所有嘢都系命运嘅时候，你更加改变唔到啦，系啊，所以真系改变唔到啊，系啊。咁大家我都话，大家做嘢照翻工，照做嘢，照努力咯，真系噶，等自己锯啲嘅啫，真系，真系命运嚟，系啊。即系譬如你话，好有重点咁多嘢咁样，我有林水有施肥噶，系有努力噶，就是、他哋嘅命运咯，系噶咋，真系噶。即系我呢个努力都系命运嚟嘅，因为系啊，你但系调翻转头话喂你唔淋水唔落肥咪冇呢个命运咯？唔系噶，因为冇第二个 choice 噶，系啊，系唔会有第二个 choice。有第二个 choice 出现咗嘅时候，就唔会有我呢一集嘅片啦，更加唔会有你呢啲话题啦，系咪啊？所以命运得一个咋，命运系唔会有第二个噶，系改变唔到噶，就系咁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听我咁耐废话。其实今日冇咩主题准备嘅，系啊，不见到呢两棵嘢，咁啊又讲下其他嘢咁嘅啫，系啊，咁啊，你知啦，而家电视冇咩睇嘅，咁你而家八点半睇下，我睇完我呢啲嘢，你都领略到啲嘢啊，系咪先？即系最紧要，我拍片最紧要就系呢样嘢，就话我讲咩都虽然可能自己讲有时系废话嚟啦，但系就起码讲出嚟。能帶到俾大家，即係我支持者又好乜都好啦，佢哋學到啲嘢或者係啊係 ，Danny 講嘢啱喎，都 OK 喎，
咁样咯，即系想咁嘅咋。好啊，咁啊，下一集唔知道下个礼拜有冇嘢睇啦，因为仲未开花啲嘢。好啊，下集见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